新竹县政府交通里九处前期前瞻基础建设计划，投资总金同富桥乡加设三公好计，同中路年出通总计。除了提倡驾驶人注意道路嘅安全以外，每部民众通过道路嘅细节，实在都保障同安全。做基业百姓态度，系新埔通关市长嘅阵就要变到嘅态度，现在系市政嘅态度。高速车嘅速度未卡架，老人家爱国态度嘅时节，卡不发生交通事故。从我们那个道安事故的资料统计显示，我们新竹县有几个乡镇的高龄的一个发生事故的比例比较高哈。新竹县高龄处表示，只有110名查报事故统计。新竹县65岁以上嘅老人家高态度嘅事故，同100空降人来比，大约增加20%。为了提升老人家高态度嘅安全，桃园地保提出老人家道路交通事故分析同改善方案，对交通事故卡过嘅强镇，设立好资嘅设施来降低交通事故嘅发生率。111年，我们在我们的竹东的部分也增设了闪光号志。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针对所谓的干支道的区分的部分，让大家知道行进路口的时候多停等一下，对你的交通安全能够更有帮助。今年高丽处在新埔通关时，也在高龄人口卡多的受灾，总共加设了9位行人交通辅助，行梯片同一座卡台地位有30公分。广东人家早在看到行卡前处耗资的描述，据说新竹县高铁处表示，将来会继续就道路需求来端，在必要的路段加设交通耗资，希望用当年高态度的时间做得行卡安全。下个新闻，王文耀新竹报道。